好的，那觉得自己最好看的部位是哪里呢？最好看的，全身上下最好看的部位。眼睛，眼睛吧，眼睛吗？最喜欢自己的眼睛。他们在说什么？有说脸啊，还有鼻子。他们有时候想看你演这个霸道总裁的角色，以后会想。下一部戏我就是啊。是吗？吴彦祯就是。哎，什么时候？群校。什么时候出这个戏？应该是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吧，具体的我也不清楚，我猜了。哦，大家多多期待一下，想看凯凯的这个霸道总裁。一定绝对好看。哇，期待期待。